家里都很小，我也知道很多小孩子都没有书桌。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，从古代呢，我们就特别做了一个文昌楼的金币。今年呢，就趁这个甲辰年，它其实是文昌龙，这个呢就是天龙护法文昌龙24K 镀金的金，你看特别的别致，我特别做这个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读书，你可以放在他们睡觉的床垫下面的四个角，要四个四个角，就是要放这个，让他们增加他们的学习能力，还有记性，还有让他们越来越喜欢学习。